那这次来玩这款游戏魔法战锤啊，进来了。亚瑟王 ，Ready to attack！ 其实做的还不差，挺像网页游戏的。挺有震撼力的，征收金币。那如果你有玩过类似的游戏，也欢迎在下方留言区分享出来哟。左上方看到 VIP 了，21才会通关，有两倍数。Hooray! The Empire! Defend the Empire! At whatever cost! The Empire! Defend the Empire! At whatever cost! 其实整个界面比较像中国开发的啦。不过战斗节奏还算是不错的，这节奏还算是挺快的。Hooray! The Empire! 好，来看一下首页好了，福利，有一样啊，月卡充级好礼，典型的路服玩法哈，应该是中国开发的没错了。哦，我怎么啊拿到这一只好正哦，而且我竟然怎么可以拿两天呢？奇怪，美杜莎。还有什么福利啊？好烂哦，开服也没送东西啊。啊，这个算了，我再跳出去了。没送东西的话，好了，我们直接把那个打一打就草草结束好了。整体做的还算是不差了，还算 OK。哇，我们忘了把那只美杜莎派出来了。Griffin Strike! Defend the Empire! 我还是觉得这很麻烦，他可能什么时候才会给你什么开服奖励之类的，他就直接给就好了，为什么一定要透过什么方式啊去追踪那种什么
根本没有人气质的 Facebook 啊，还是那种老套啊，去那边什么等人家去发兑换码，哎，拜托把我们当乞丐哦，就是很讨厌这样。把这个都抽一抽啊，然后游戏要删了。哦，果然不好抽。Defend the Empire! At what ready to take off? 更换佣兵，看这次出来。Let the bright magic eliminate the darkness. 好吧，最后一战。发个大招给我看一下。Magic Breeze。哎，他这次是奶猫。哼，好了，游戏就试玩到这边，喜欢的话可以下载玩看看了。好，那这个坑我就不录了，大家拜拜。